坏了，网有点卡。鬼真以为自己无敌吗？哎呀！不是你都没摸满呢，大哥。我不能摸你，你又没摸满。这个人怕我消防术，让我白干。我不能摸他，这个人好了，过去再送一刀。对，那另外一个人好了。好家伙，
还得挂你，把鸡叫在你脸上。但凡不在脸上，我就不挂你了。叫你看球，早点交多一点就多一次。
喂、欸？我靠！我操！玩不了这些他喵的黄人，还好卡、啊。喂、欸？为什么？什么玩意儿啊？干嘛啊，毛女，毛女救人啊。
对，行，等一下。跟土亲了，这波先联手，先联手。贴联手就这么惨，压满压满，再次压满，压满压满。他知道我有你这个家伙自私自利的，你还想跑啊？闹了律师不管死活，开机也不管守护人的死活。非人不灭啊。
跟着我的吗？我说不是，他金身交了呀。哎，对对，不打了。你跟着我进点，我活了呀，活了嘛，金身都交了。李文。 是你救是吧？我操！
假的。嗯。放光。我操，牛逼！这都打到了，大哥你真的吗？这凭什么呀？太牛了！不太行，别秒，不要秒，烦死。
哇，这么远都不行。你是一点没看见呀、我这救人是不会给控制好好的，你一点都不看。跳板给你放好了，你不用，你给我上二楼。操！过飞轮，这飞轮飞远了，这过飞轮要对着这个跳板上飞就好了。哎，跳板上不行，你看松手晚了，这个松手还是晚了，松手晚了一秒，导致我这个猴子死了。哇，松手晚了两秒，那这样的话就不好打了。这几个，或者是我们下一步。小美，哎，漂亮！然后我就一下，他打就不行。
六房呀。前期，你前期不用的资源，就是你前期六鬼干扰电影，没干扰电影很厉害了。然后中期想要拼的话，只能六。手头上的电机都停下来，靠资源，靠电机去把你保住。所以就是前期六鬼，前期资源也，队友也不发，也不发那个啥。队友也不发鸟的信息，我不知道是双反。一般发鸟的信息让队友知道。有的人就是多变信息。我跳板那么明显，跳板那么明显。小九，我把小九已经布掉了。卡比，找小九啊！不找小九。找超九啊！本来应该直接找小九，找小九，他们闪现直接把他给顶起，打不了。
一个狗贼给屠夫引步是吧，
哥们还散我呢，哥们。突然站着不动，把盾突然给续上，然后身位进的时候再把那个盾